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今天是礼拜一了，店里早上没什么客人，现在中午一点钟刚吃完饭，这会儿店里就来了几个客人要洗头剪头发了。好，等两分钟，那个女孩子马上过来了哈。早上到下午的时候，店里还挺忙的，总共做了14个顾客，这还没有到晚上。到晚上的话，今天应该非常的理想。今天真的是礼拜一，生意能做到14-15张单，白天我觉得非常满足了。下午库房的话，我们店的中工在这里练习这个假人头，吹头发，刷药水，练一下技术。加油！好，晚上9点钟了，这会儿二楼都在洗头，都在忙了。现在下班回来了，10点钟了，我女儿还不想睡觉，我老婆还在陪着我女儿在这里玩。我们都很困了，但是我女儿很精神。二姐，你们现在来深圳快一个月了，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想回去啊，想早点回去，现在回不去嘛，不是。不是回不去，是能回去，怕回去了要不要隔离，就害怕到时候隔离的话，我带着一个小孩不好搞啊。因为深圳的疫情，现在回我们湖北老家的话，昨天打电话回去说要隔离14天，所以说我老婆的话就集中隔离，还要集中隔离的话，带着小孩不好搞，别弄了，就是还居家隔离，还差不多居家隔离。家里面大一点，然后小孩子可以到处走一下。你这集中隔离的话，在房间里面待不住啊，小孩。主要就是小孩子太小了，你担心就是在医院待着14天，他要是哭闹，不好弄是吧？是啊，想着我也想早点回去啊。那个老大在家里也不放心。所以说现在你每天都搞得很焦虑，就一心一意的就想回去。那要是回不去，在这里再待一个月，你会怎么样？那也就也没办法待，就只能待再待一个月了，咋搞的？主要这里肯定是房子太窄了，可能就是说一家人待着的话有点小，就一个单间，再说家里又没有空调，天气热的话小孩受不了。有一个月了啊。快一个月了。本来打算待个10多天就回去的，这一弄这都一个月了还回不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，心里面着急得很呐。是吧，那时候我应该不叫你过来就好了，你在家里能安心的带着两个小孩。现在来了之后，我那个大女儿天天打电话叫我老婆早点回去，说想妈妈了，想她妹妹了，但是的话这段时间又特殊情况又回不去，所以搞得我老婆这段时间焦虑得很，心里很着急，一心就想着回家，但是现在又回不去，只能说再等一等，等这边的情况稳定了之后变成了低风险区的话，到时候再跟我老婆一起回去吧。哇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，还这么精神。哇，开始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准备睡觉了。我们喜欢小七的可以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